如果之后还能二搭，希望合作什么题材？想演个啥？你想演个啥？是换一下就好了，因为我一直就是搁这，就是，求求了，别生气了，就有点累了，就是，要不换一下吧？前面也是我啊，郭寻，郭寻。你才七级，我这一直到24级。那是因为你前面你活该。对，活该，活该，嗯。想演，演个不同类型的吧，演个像《怪奇物语》的那种。啊，那也不错，对对对。别对怪物动心。对。最后用角色的语气给剧打个 call 吧，一定要来支持，别对我。